给附魔了。嗯，先给那个守护者装备。嗯，你们要出真的先用吧。哦，没有，我只要一把稿子就好了。一把附魔的金镐膏就好了，对，一把附魔金镐就可以了。因为我在家里、哦、还有要有隐形药水了。我在家里回血其实算蛮快的，你们出征的不要需要装备。嗯，你想做？没有，就只是单纯的放在这边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哎，这样子小雨是不是也是刺客啊？小雨是游侠。游侠，小雨是游侠，所以应该是喝隐形药水。他跟那个酱油都是吧，都是游侠吧？那应该是喝药水。我想说，你想说，跟你说、啊。因为刚刚原本没有人啊，然后就突然，他有可能是偷溜进来的、啊，在你的视线死角。太难了吧，这个。很简单好吗？其实这张地图绕边边很好绕啦，说实在。哦、你就是绕边哦。对啊。可是在矿洞最底部哎、欸，就是。最角落、嗯，然后看着我，没有你想不到，嗯，只有你没想到，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呢。其他资源的话跟我拿，好，现在应该就缺绿宝吧。我身上好多奇奇怪怪的东西，我要丢了十一颗了，我的 TNT 被吃掉了，哇，可惜。我刚 TNT 放没放副手，嗯，被吃掉了，哇，可惜了。我去下把下面掏空，有人可以帮忙守个家吗？嗯、对吧、啊？啊，我在那个呢，我在、哦、我守。对，我去把家里下面掏空。你队友来了、哦。中午，哎，你废物了、嗯，我不能打架了，我不能打架了，来交换，你已经是废物了。我变废物了，你变废物了，没用啦！垃圾，说种花，啊、种花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农夫吗？转职，退休生活就是要种花呀！到了中午，知道退休了，退休中午，然后再回来。人来了，两个杰克跟小雨，黄金的小心，黄金的小心，黄金的小心。杰克应该是。废物吧，杰克是废物。杰克应该是对啊，杰克隐形那个。可是他如果拿斧头，其实然后呢加上血量很低，应该也是可以打很痛吧？嗯，哦，是吧？哦。如果刺客半夜压血过来的话，应该蛮可怕的哦。嗯，真的。可是，可是他不会隐形啊，他不会隐形啊。他也忘记这一点，哇，这个平衡做得太棒了！哇，作者是谁啊？这么厉害，哇哇！你今天很会讲话、哦，今天怎么了？给我三个铁，给我三个铁，三个就好，不要太多。还急要吗？哦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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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只是放铁过来，过来放。哎，奇怪，这样铁不是我。哦，我挖了三个铁，应该可以放快吗？小哥来喽，小哥来喽。给。附魔弄起来了吧？他。对，附魔弄起来了。啊对啊。可能要交给我没搞过魔哎、欸，巧克力还是就会打架，哈哈哈哈哇，今天大家都好会讲话，对啊，今天大家都很会讲哎、欸。今天怎么啦、嗯？大家都吃了什么药吗？是不是眼睛吗？是不是吃了什么豆沙包之类的、啊？ Okay 啊、你说诚实豆沙包吗？哎，诚实豆沙包。那个是哆啦 A 梦的东西是不是啊？啊，你没看啊、哦？其实我不知道啊，一个叫整人专家的。你以前是没什么看港片，我没有啊，我老实说我没有，我连陈小春是谁都不知道。诚实豆沙包我也没有啦，我最近知道了，我最近专家啦。哦，我最近知道。为什么副手放红萝卜？新技能。新技能，因为我不想让它消失，就这样子而已。那我要拿那个，我要拿面包。那我们要不要全部都放胡萝卜？好好好好好好。哎，感觉可以哦。然后就是隐藏的，有没有？隐藏的，骗他骗他，快骗他！大家一起拿胡萝卜，大家一起拿胡萝卜。可是我没有胡萝卜，等下给你们。我箱子等下给你们。啊，好，我在挖，我在挖。等下是不是还在放水？他还在打哦。在我们家。他好烦哦！哎呦，放水，欧贝来。放水。啊！我死了！制裁你，制裁，制裁，制裁你啦！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！
大家来发胡萝卜喽！胡萝卜，好好好好好。胡萝卜，来接。有了，我拿了。耶，胡萝卜，我的幸福。等一下，我在上面，我下来。胡萝卜在哪里？我要拿一个。来，在哪？我在商人这里，对。胡萝卜，哎，小心不要吃掉你啊！我其实现在肚子饿，我怕把它吃掉了。刚哎，手上拿食物，我放一点食物在箱子里。去农田再多拿几根啊，嗯，再多拿一根，然后大家就一起拿胡萝卜了。有啊，我们都确实一起拿胡萝卜了，都不拿盾了，有没有？对啊，真的。胡萝卜啊，小雨干嘛？他可能想要你手上的胡萝卜。或许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我吃个马铃薯啦，怕我把胡萝卜吃掉。赶快！哎呦！有，这天哦，要开天桥，酷哦！我先回去挖矿了。嗯，去吧。谁开箱子？我开的。本机小心哦，本机小心！救本机！哇，用天眼了！吓死我了！他们想干嘛呢？坏人，小坏蛋！换天眼兵，警长都要挺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声音有怪，他就是要防我们去偷挖。那我们要不要也放个、也放一个吧，先放好了啦。对啊，我这边矿物不够啊，不够、哦。你几个？被乱太多，26个。嗯，26个，几个才可以啊？黄金去换一些吧。黄金，他们应该也是有用黄金换啦。黄金换，或是我这边也可以换、我这边很多铁。铁可以换吗？铁可以再换上去哦，也可以啊，也可以啊。只是会比较麻烦。萝卜教。哦，对，我们是最虔诚的教徒。哎、欸，真的，感觉真的要放一下、那个晚上喽，晚上了。刚刚杰克在他们的山坡边哦，对，杰克会隐形。右边、哦，巧克力来了。啊，他们也那个，他们也来了。OK，、杰克跑了。我是萝卜教，萝卜教，死掉了。巧克力来啊！来啊，尝尝萝卜的威力！尝尝大大的萝卜，大萝卜。OK 哦，大萝卜来了。啊，被萝卜吓跑了。巧克力，不要跑！哈哈，今天也真太远。嘿嘿，来吃我的萝卜嘛！好吃哦，好吃哦。我自己挖三个好了。金矿那边，来喽，进来喽。进来了哇！他进去挖了，有人进去挖了，也没了，哇，马上就被弄掉了。家里刚刚没有人在守吗？我在底下挖东西，哦、我刚刚在追在后面走，那就没办法啦，我好多、来了一个小雨，干嘛啦？我们跳恰恰，太快了吧！来萝卜，来嘛，萝卜很可爱的。铁在哪里啊？别在我身上，别在我身上。哎、巧克力为什么裸装啊？因为刚隐形啊。哦。三个金。哎呦，应该没有人看到吧？没有看到这一幕吧？私下交易。哎，对，私下交易，因为。要么就是也要把对方的那个对方的给挖掉，直接要一起上吧，一起上。我团长跟你一起上。这隐形啊。有隐形，你们小心。有吗？附近啊，有隐形没错，但不知道在哪里。我刚刚放了发光了，可是没看到。我们两个都堵了。血超痛哦。对啊，没关系，你就射我吧。说明那边吗？卢米死了。哎、玻璃破掉。他们又要偷进来挖了啦。应该是巧克力哦。嗯，应该是。因为家里看到没有看到巧克力啊？巧克力想在偷啊。嗯，这边，减肥啊！蛋糕大赛哇！没有换、现在换啊？可以现在换一下。这个是传到异世界，有人会死掉啊！小心身上有没有？杰克跑了啦！是杰克，是杰克，杰克跑了。哦，是杰克。好。异世界啊、我矿工会掉矿吗？矿工 TNT 有人 TNT 还在，后面家里后面，嗯，
巧克力耶，他们手法变多了，啊、发光。六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死了，已经死了，我死了，我死了，他死了，吃蛋糕了，技能数一直没回来，啊，他也死了。嗯，他也死掉了。技能书会回来吗？技能书如果没回来，要好像要自己去买，不是吗？对，有可能被吃掉是。嗯，上面挖掉也好了。有吗？还要继续捡吗？上面因为我下刚刚下面还没完全挖掉，所以饥饿药水啊。饥饿药水要本地买吧？啊，我没买啊。哇，他们疯狂，他们疯狂。没关系，就给他们吧，就给他们吧。这个还好，这个嗨，巫师你好。重要东西放副手。有，最重要的是输了。啊，音乐。哎呀，啊，我死了。你死了。耶，啊，拜。阎罗王找你耶，打牌。找你聊天喝茶。找你抬杠。杰克又来了。对啊。他好爱来。他很爱来我们家，来爱来最划算，来，拜拜。他自己跳下去了，还是你把他打下去？我打的，我打的。我被你那句话给到，有三个铁啊，稿子断了，就是提款机，提铁机，铁机。嗯，附魔台是在谁那边？附魔台。附魔台箱子家里的箱子里吧，那个角落那个箱子，这叫唯一的箱子。这么赶，这么赶哦！你们居然不是放在身上？那箱子放别的地方吧，我等下家里会全部拆光。啊，我掉下来了。放在哪里？这个有三个铁，不，两个金，两个金。你等一下东西不见，我跟你讲，我都差点忘记歼灭不用买书柜了。我直接做，我直接做。哎，现在需要的是经验值啊。嗯嗯嗯。小雨又来射光剑了。好。哎，我们发光结束了。嗯。结束了。哎，还有啊？没有了。没了。没了。居然没了。你自己是矿工哦。对，有做矿工，忘记了，忘记。不要跑，看不到路。有任务喽。对，好，有任务。擦一下我的汗水。你的汗水？擦一点。啊、打到流汗。哇哦！很激烈。有任务。对、啊。经验喷泉。经验喷泉嘞。在中间。冲啊！哇！我们现在最需要经验了。现在最需要经验值的。要抢中间呢？走啊走啊！抢不到啊，我快被打死了。云月，那个箱子里东西你先保管一下。嗯、家里我还是顾一下，我觉得这时候他们会过来。对，家里还是要有一个人顾一下。有，我跟他寄都在家里面。啊，泱泱，我要三十个铁。啊？泱泱，你在哪里？哦，你在上面。啊对对对，不行，他们全面攻占了，给他们了啦，打不赢。我在上面哦，各位。打不赢，打不赢。那个提款机。提款机，我免洗，我免洗。好，嗯。为什么我不痛啊？对哦，现在是时间，对不起，现在现在是不行，你现在不能出门。你们有些经验值比较高啊。哦，零等，没有等级，我也是零等啊。哇，所有人都零哎。死亡会扣等级啊。对啊，死亡会扣掉啊。因为现在要三十等刚刚。嗯，想办法隐形过去偷他们书柜好了。嗯，来喽，巧克力跟小雨。啊，真的是。泱泱，我要贴贴。哎，杰克来附近哦，杰克在附近哦。对啊。中毒哦。嗯。哎，你抓到他了、哦？对。这么快？又想过来。来了。我要免洗了。哪有看过矿工免洗的？没有看过，我今天让你看。免洗矿工，哎呦，差点走错地方！我的妈呀！泱泱泱，你的箱子要放在哪里啊？雨月，你要几个？你们看放哪边？就你安排一个地方再跟我们讲吧，因为我也不知道放哪比较好。这是个大客户呢，拿比较多。嗯，你有十张都不见了。
哪个拿着萝卜是我们的信仰？不对，我要带三十个，要加隐形，剩下的也给你。哎，不知道差点做错东西，妈呀！箱子，你拿什么？你要拿什么？你要拿什么？要放东西。他记这个箱子，你放一个新位置。好好好好。